剧痛，30分钟起步。腰痛、手酸、心跳加速，就特别的绝望。接吻了？哭什么哭？哭你就能打实弹吗？哭你就能上战场吗？上战场你也是哭吗？我要打实弹。鞠不动，我就要一直鞠，就是要一直练。我第一次看到特别震撼。今天黄子轩向愉悦发出一个挑战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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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启动，加油，解锁，发射，啊！我叫愉悦，正式介绍一下，我们是便携式地空导弹连女兵排。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外号。仙女排嘛，对，是吧？仙女排。为什么要叫仙女排呢？只要有任务，我们就能很好的完成，像仙女一样，没有什么完成不了的任务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没错，报六的这个小不点就是我，而我旁边的这个大高个叫黄子娟。哎、我显得我好矮呀、啊！这是我们班的最萌身高差。打实弹是我们仙女排里每个人的目标，我和黄子娟也不例外。但想实现这个目标，太难了。巨桶是便携式地空导弹兵的基本功，这个动作想学会很简单，但是想把它学精却没有想的那么容易。我们在后方10米处先左转三圈右转三圈，然后冲刺到这儿，抱着桶深蹲，深蹲完30个以后立马鞠桶，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好，后方10米处集合。好，开始。在鞠桶前增加大量的体能，是为了训练女兵在急速运动后依旧可以达到鞠桶的稳定性和平衡性。开始。抱着18公斤重的导弹桶，连贯完成这些动作，对于女兵们来说并不算太难，更难的是怎样保持不动。今天我们这个鞠桶30分钟起步，痛不一声，就腰痛、手酸、心跳加速。想象你们的目标就在前方，飞机在前面。你们的导弹要怎么去打中目标？黄子娟不错啊。然而，让玉月更痛苦的是，她每次训练的时候，
就是要一直练，他从来都是这么练的。我第一次看到特别震撼，然后我就想，对，我找到目标了。20分钟过去了，大家都聚得特别好，想不想挑战更高难度的呀？行行。鱼也想不想？想。黄子娟想不想？想。沈小饶想不想？想。行，我现在把这个水挂在大家的导弹桶上，大家要保证这个桶里的水不能洒出来。已经扛了20分钟导弹桶的女兵们本就是在咬牙坚持，这时再挂上满满一桶水，这些体力本不占优势的女兵们还能完成吗？有的人已经晃来晃去，那个水洒了多少，能不能坚持？就别人这地方起码还有一点点肉，能有点缓冲，我就只有这个皮在这地方，那时候就皮包骨头压在这方，就可疼可疼可疼，姿势就会变形，那时候就特别的绝望，总是觉得有人在看着你，会把你的努力，会把你的行为当做自己一个目标，所以自己就会情不自禁的更加努力一点。有劲儿吗？我有，有劲儿。这有铁丝呀，划了一下。啊！你现在前面倒一瓶水，这瓶水去了。手酸。此时的玉月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多说出一个字。在完成30分钟的剧痛训练后，只剩下玉月和黄子娟两人还在坚持。还想打实弹吗？你就是打实弹的样子吗？想打实弹就得付出比别人多。不行就放下来。放不放？不放。放不放？不放。不放你就咬着牙坚持着。挺不服输的呀。自尊心不很强吗？哭什么哭？哭有用吗？哭你就能打实弹吗？哭你就能上战场吗？上战场你也是哭吗？在女兵排有这样一句话，1分钟究竟有多长，那要看导弹筒是扛到了肩上还是放在了地上。看到黄子娟停止剧筒，玉月还想再努力坚持到最后1分钟。训练中的那股劲儿，甚至别的班长都不没有那么强，我就想，好厉害啊这个人。那么个头最小的玉月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呢？行。虽然个头不占优势，但这个女兵的身体里却有着惊人的能量和耐力。47分55秒的时间突破了以往的最长纪录。哎呦，腰疼。其实也，哎呀，也不是自己想哭，太累了，真的是，感觉我眼前都模糊了那种感觉，然后班长还在旁边刺激我，加油，一定会实现梦想的。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？啊，打败你啊！你确定要我实现吗？那我不会让服你的。训练场上的时间是苦涩的，休息的时间就一定要加倍快乐。就是说实话，你扛的那个桶都比他高，可能他付出的要更多。女士身高没有桶高吗？对，我们桶是1.6米高，然后他还没有那个五米，然后他还没有那个桶那么高。不信可以比一下，大哥给他比一下。太尴尬了吧！不要把头盔取下来，借着钱也钱，毕竟你说上了战场，也不可能因为我个儿矮，他飞机飞低点是吧？所以还是得一样的练。对，都叫他大哥。哎，脸红了，我脸红了，哎，脸红了。
大哥脸红了，就感觉看着他的脸觉得他可好看，觉得他长得可精致，特别看他五官就觉得在我们里面颜值担当，可是一张嘴一个男人的嘴就出来了。我跟你说颜值担当，黄子娟大哥的外号可不是浪得虚名。还有谁？一到休息的时候他总要搞点事情出来。紧张的气氛一触即发，干他就完了，你打一趟啊？为什么给你打呀？你不服你打一趟啊？几斤几两呀？你几斤几两啊？天天做三个一百也不见一斤，还比我重呢啊？就你这体重你还有意思找啊？一言不合就打架，这究竟是什么娱乐方式？黄子娟为何对打架情有独钟呢？开始。他觉得这个对他的战斗力量很有帮助，然后他经常到处挑战。摔跤也很快乐，就刚好就一起快乐中练习，不就更好吗？原来为了弥补力量的短板，黄子娟发起了这项娱乐活动。尽管挑衅是假的，但是摔跤可是货真价实。热血沸腾，就是尽量就是在摔的时候就多用点技巧，就把技巧融进去。我夹他脖子，接着转过去，夹他两个，哎，对，夹他，接他腿，接他腿，走。那时候摔的时候，就第一个感觉就是好累啊，就特别的累，然后就发现。第二天的时候就感觉身上练不到的地方就会肌肉都会有点点酸，然后就想到这个办法就是能锻炼全身的肌肉。是因为觉得这种能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然后训练中吧，然后可以放松一下自己，再一个就是这样的话也可以到处练练自己的技巧，主要还是以力量为主。眼看黄子娟即将摔倒班长黄雨晴，但经验老道的黄雨晴抓住机会，一个反摔就将黄子娟压在了地上。停！这一局黄雨晴胜。我来！来！我帮大哥报仇！来！来！来！备！开始！摔得惨，练得狠，这些女兵们已经全然没有了女孩子的模样，但却摔出了女兵的血性和勇敢。而操作导弹这门技术活，不光对力量要求高，聚筒时的动作也很关键。音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我现在我不告诉你，一会儿你就知道。玉月即将进行的是聚筒训练的升级版苗 X， 在这个训练中，两根杆之间拉上 X 字形标准线，用固定在导弹筒前方的铁丝沿 X 形平行移动。我们的脚不能变，但是飞机它是移动的，所以我们要就像这样，要根据飞机的轨迹，我们也要平稳的挪动它这个筒。训练前，女兵将墨汁涂到了铁丝上，这又有什么用处呢？因为它这样，我就会知道在哪一个点、哪一个位置，我的狙筒不稳，然后根据这个点来调整下一步的训练。看到这样的高难度练习，我们栏目的摄影师跃跃欲试，他要跟玉月比试一下，这身高差确定不是欺负人吗？其实这个东西操作吧倒是挺简单的。我们的摄影师身高1.91米，常年肩扛十几公斤的摄影机，可以说体力不错，臂力惊人。那么他能坚持多长时间呢？现在可能也就刚扛2分钟吧。你感觉还像刚才那样吗？那肯定不一样，
扛摄像机也是这样，刚扛上去然后挺轻松的，它越扛越重，越扛越重。他们这个小确实是吃力，我这个平稳的，那我都可以板直的站着没问题，像他这都吃力的，这都是反差，我感觉我有点欺负人家。我俩在一个这个目标线上，然后我俩个头不一样。你太自信了，我现在看着人家在欺负你。是吗？说话间，摄影师一直在调整剧筒的姿势，而站在一旁的玉月却始终保持着动作的稳定。你看他都是在晃，能看到吧？哎呀，因为我现在有点吃力了，主要他这个确实扛着，扛不习惯的时候不舒服，这个肩膀下来的酸痛。这刚几分钟啊？这个确实是。刚刚还十分自信的摄影师，很快就败下阵来。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，究竟要付出多少艰辛呢？我看你们好像很明显啊，就是你们每个人就是稍微这边可能会对会高低肩，高低肩，是桶嘛，剧桶就一直靠着右肩，然后可能就压矮了吧，这边就。你觉得对你们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呢？影响倒不会有什么，就是有时候聚完桶确实回来大家都特别不舒服，然后像我们经常会按摩这里，然后大家都是青一块紫一块，然后都有一些伤疤之类的。现在美观，现在有伤疤，就是有什么？对，有红红就是红肿，红肿，对，红肿疤起来，青春的吻痕，对，我脸上的话。这些特殊的勋章留在了女兵们的身上，也留在了他们奋斗的青春里。都好丑啊！丢人，这不是小女孩的手，不像女孩的手。还竟然会没有找不到对象的，对象以为自己牵了一个兄弟的手。本来是如花似玉的年纪，但是由于常年训练，这些女孩子的手部都晒得黝黑，并长满了老茧。看他这个，就那次跟男兵分解结合，然后比赛嘛，为了赢过男兵，然后自己刮掉一块肉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在他后面第二个商场，我就拿起那个枪，发现那个地上地垫还有枪的导气上全是血。然后我就想，这真皮是咋了？我一看他自己才知道自己流血了，就为了快自己都不知道疼。那你后来当时知道自己流血的时候，当时什么反应？当时就没感觉，他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。对，最后是赢过了男兵，是吗？对对，大家训练都会比较刻苦一些，所以说，多多少少受伤是正常的。他从来不涂护手霜。对，然后我们每次开妆箱，这些他的手都会就会裂开，像这些口这些都会裂那个出血。涂护手霜之后，你摸那些东西就滑溜溜的。不降低训练标准是班里每一名女兵的底线，为了练得更好更精，她们可以丢下爱美，丢下娇柔，唯一不能丢的是任何一个拼搏的机会。就是男生的手出来了，完了你穿裙子的时候拍你那个大肌肉腿，那穿裙子穿高跟鞋的时候，下面的腿已经肌肉都是比目鱼肌，都是这样。对，别人不用看就说当兵的。对。对于身材，这些女孩子并不是以瘦为美，肌肉强大、战无不胜，才是她们眼中对于美的定义。这一天，黄子娟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。毕竟一开始把它作为目标，我已经练了一会儿了，那肯定是想再比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追得上。其实我一直很想跟他正面交锋一次。准备好没有？好。准备，开始。尽管是玉月和黄子娟两个人的比拼，
但这一套连贯动作却需要班组配合完成。团队合作很重要，因为这个基本操作还是主要考验的是主副射手之间的协同配合，然后有一个人慢，那整体速度就会拉慢。对，扣裤子可能是紧张吧，就没扣，第一下没扣进去，等再扣的时候就来不及了。着急，就也怕自己忘动作，反正也看着大哥有的动作比我快，然后就特别着急。玉月和黄子娟都想争第一，然而忙中出错，两队都有一些小失误。此时玉月组暂时领先，黄子娟该如何反超呢？就是着急到就是跑过去的时候差点就怼到桶上了，就拿起来的时候第一个讲的就是赶快赶快反超他们。尽管玉月和黄子娟的成绩都有提高，但通过这次比赛，他们也明白了另一个道理。我觉得协同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副射手他就像你的左膀右臂，他是负责代替你去跟上级听上级指挥，然后传达口令。所以主射手离不开副射手，副射手离不开主射手，就是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女兵牌一样。好了，我和黄子娟的故事暂时要告一段落了，但是我们女兵牌的故事还在继续。这是你们自己做蛋糕吗？是马卡龙，马哥吧，啥都能做，能扛导弹，能做蛋糕，什么都能做。一般会网购什么比较多呀？零食，好吃的。是每一次收快递的时候都收的是零食吗？对，大箱大箱的，就是各种大家喜欢吃的都一起买，然后大家一起开箱。来考考你们的默契啊，看看你们爱吃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。我喊一二三，你们一起跟我说好不好？好。一二三，螺蛳粉。同吃同住同训练。我们的默契不仅仅体现在训练场上，在生活中也是如此。祝你成为今年第一个打实弹的新兵。谢谢班长，有机会努力的。每一天我们都是战斗姿态，只有胜利者的微笑才是最好的妆容。就像那句话，仙女牌没有什么完成不了的任务。